帮忙。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今年每一届每一届卖得更好，每一届每一届来宾更多，每一届每一届都让农林有更好的收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那今年虽然很多国外的好朋友他们没有办法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他们很多都是透过网络，透过这个我们这个南宜农产还有农产运销公司这个销到很多，所以说今年的芒果外销不减反增。本来以为说我们的农产运销芒果因为疫情所以就没有办法找国外的买主来台南看，可是今年因为往年的有信心，来往年对台南的芒果的品质有信心，所以说今年说我没看直接下单，所以我们的出货量不减反增增加多少，增加大概至少一成。那等一下吴署长会跟我们讲搞不好会增加两成，那因为吴署长是日本通，所以说很多好朋友，日本的好朋友，我们今年有姐妹市，我们寄芒果给他说是疫情，那些市长告诉我们说是疫情发展以来在防疫期间收到最好的一份礼物，跟口罩一样好，所以说很谢谢各位的帮忙，那祝福今天的典礼圆满，我们芒果节顺利成功，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敬爱的台南市黄市长，还有我们两位立委，美丽的赖委员赖立委，还有我们英俊潇洒的郭国文郭立委，以及我们的局长，还有在座非常多的，对不起郭，对不起郭院长，对不起，谢谢郭院长，谢谢，比如严导委说这一段我们说，谢谢，还有我们在座很多的贵宾，大家早安，好，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的故乡外出我过用的就是鲜花。加晒龟十分钟很高啊，所以住在台南，我代表农委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故乡，回到台南的话，住在台南的人，芒果是我们台南人的重要，因为目前全台湾芒果种植有16000多公顷，16000多公顷，台南芒果的面积多少？7244，刚好占台湾的45%。那第二大是哪里？屏东。只有36%，那这个芒果16000多公顷，我们一年的产量15万公吨，产值是77亿。刚才我们市长也听过了，所以我们产值77亿啊，当中我们去年出口的金额是2200多万美金，大概是6亿7000多万台币，6亿7000多万台币啊，大概占我们整个产值的9%。那这些芒果在我们今天国际芒果节出口到哪一个国家？去年的话，出口最多是中国57%，第二是香港，香港多少？22%，就是我们出口去年有8108公吨，8108公吨，中国57%，香港22%，接下来韩国11%，第四位是日本9%，那接下来就是。新加坡还有其他的国家。那今年呢，刚才市场也提到了，今年因为碰到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年在凤梨方面我们出口就下降，比去年大概减少了15%。凤梨凤梨台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产区，但是呢芒果到6月24号，今天是6月26号，到6月24号我们芒果出口多少？3919公吨，刚好比去年的6月24号增加14%，增加14%。那为什么能不能达到比去年增加两成？绝对可以，因为我们市长告诉各位，市长跟我以前在台大的时候，我念研究所一年级，市长刚进来当新鲜人的，那时候他才大一，所以过去几乎将近40年来，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合作的关系。所以市长每一次只要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做什么促销，国内促销到台北促销，我都没有第二句话，因为台南也是我自己的故乡。那今天我们芒果节的话，我想因为芒果这个产期从5月到8月，那屏东从5月中旬开始说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就是我们台南全国最好的这个芒果要出产了。台南一出产的话，
突破两成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上个礼拜我带我们的日本朋友到现场来看，他们说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很意外，台湾的芒果看起来就是一个景点，旅游的景点，所以我们台南的不是只有芒果，生鲜的芒果来吃，本身这个芒果本身它的这个整个园区一望无际，包得非常漂亮，不管是在整个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或者是现代自动化的这些智能的喷洒水的这个供应，都非常现代化。同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收成之后啊，在冷藏、冷冻，我们各个农会非常用心来协助。所以今年度啊，我们已经出口3919公吨里面，哪一个国家我们出口最多？香港。香港目前我们出口是41%，中国降为37%，那第三是韩国，韩国大概占11%，那日本现在大概占8%。可是我们台南啊，这个日本的比例啊，这几天会增加，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有静冈县来的，我们也有茨城县来的，在台湾下单，在日本取货。那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些在日本的友人告诉我，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台湾的芒果，即使今年不能到现场去吃，因为我们出去的话没有办法像在地，我们马上就可以处就可以吃，不必经过处理、熏蒸、这个蒸制等等不必。但是呢，没有办法来，可是我们的品质一样可以确保。所以，其实我们农委会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武汉肺炎的时候啊，各位都知道，飞机的班机下降，就是很多的飞机不能飞，不能飞以后啊。这个整个运输成本，用飞机飞的这些运输成本增加了5倍到10倍，所以这些非常的贵，运费很贵，我们农委会就来协助跟辅导，每一个礼拜有60公吨，包括我们的火鹤花，包括我们的文心兰、蝴蝶兰，还有我们的柚子还没有到，包括我们的这些芒果，我们一个礼拜有2班飞机，然后有60公吨华航给我们这样来，所以我们相信今年我们的成绩一定会比今后更好，比往年呢、啊。那今年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全世界的疫情，我们所建立的这个魔术一定会变成以后我们的子孙会纪念我们，因为今年我们以往没有碰过这样的这个困难，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团队，还有市议会的支持，还有我们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这个支持。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一系列的活动，这个一系列的活动不是只有今天，包括明天、后天，还有7月份，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在台南市政府啊，会在我们临近的御景也好、南化也好、南溪也好，或者是大内，或者包括关田、左镇等等这些乡镇，我们会做一系列的这个促销。那我们很希望，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之后，这个今年的芒果啊，可以建立。往后会以今年一个标杆，因为过去我们办了8年，但是很顺利，但是今年是最困难的。那最困难的我们可以突破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农民收益可以增加，也可以让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可以跟全世界的这些人来一起来分享。所以很高兴，我们这个芒果不是只有生鲜，我们也有加工，然后也有把它煮菜，也有香炉料理，然后做非常多的这些产品。因为身为台南人，台南人，所以家家户户，大家头前拢有种山啊，种黄梨啊，种，还是种迄个莲雾啊，经营啊，荔枝啊，还是讲种迄个油啊，大家拢有种。但是呢，咱种咱家己感觉真好，咱要安怎把咱的好的物件透过咱的国际芒果节，互全世界咱知影，咱做一个台湾人的阳光，特别是台南人，这山啊是咱家上。你但讲全世界上好，品质上好就是咱台南，所以非常高兴大家的参与。希望我们今天一小小大家共同一点点的努力，可以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看到台南，看到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爱心，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所流的这个汗水，让它变成我们通往全世界、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来建立好的关系，让台湾人觉得骄傲的一个水果。谢谢各位，祝今天还有往后连续一个多月的这些活动都能够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各位，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所以邀请我们上台的卓伟奇议员、陈秋宏议员，
黄立章议员，那么蔡秋兰议员，吴东龙议员，许志尊议员，姚龙志议员，尹爱达议员，还有陈美雅的主任，他们蔡旺景副秘书，啊，南部啊陈坤的秘书，我们的啊，黄伟成市长，啊，郭博文立委，那位永委员，啊，陈金辉委员，署长，那今天就这我们那个农会的总干事上去参观。 今仔日足济，咱个农会的总干事上去参观。今仔日上新科是咱农会台南市场，咱个总干事来参观这个事情。啊，做这个数字吼，啊，真有背景，市场有报告咱相信。啊，我大家讲，台湾之前个好起来，可能就这，像咱有这山啊，就变做这样的，用几年的观念。啊，虽然啊，十二月，诶，十二月，十二月，早山啊，伊屏东就开始出。 出来来到台湾吃，真实个开始。你会记得，你两三个月前，这个山啊，伊个色调，因为咱这个农业的技术真好，还伊个甜度，伊个芳馥，就非常好。按照这个自从有山啊了后，咱这个包装也特别好。咱要出去外销，还去看批山。咱这个后三期，早会就去压掉，让山啊，或者生产甜头。你看咱这后，包括金黄、后艾文。 后乌鸦，后海豚，足侪产品会当行销世界各国。即拢是咱所有农民拍下的这个基础，我非常的正欢喜。咱今日所看的较早呢，一办这国际芒果节，拢是咧也咱个广东话，也是咱南市农会办。但是咱去行销，后来底也是政府农业局、已经各产地内底来广发着真土啊，即个活动。啊，我即个地方农会主长。 你伫产地行销，但你消费地并不来行销，包括台南市的所在，你并不来办一场，将这物件送来消费地行销，包括新年的所在，你将产地行销了，你无消费地行销，所以希望今年呢会增加消费地行销，可能带你台南市的部分，甚至你海线的部分，会当来食着较俗，而且食好食的酸啊。 哦，即个报告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台南市议会，我讲出去台南啊外销的行销的怎样？啊，那么用呢？台南市议会拢会来行销的怎样？最后，报告你啦，台南市未来将重要活动地，就是咱今年10月7日国庆的晚上烟火将在我们台南市举行。那台南市政府呢，会增加努力，将这个国庆烟火办得非常的漂亮。 那地点呢还在评估当中，那我们等到上任的决议。第二呢，关机合并了满50周年，这个台南市议会跟台南市政府会共同伫这个区域内底举办正好活动，来促进着整个台南市的观光。我咱台南市关机合并满10周年，会当较好的活动，啊，促进观光的项目。 来形成台东台南市的，啊，让用台南大家共同，来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会当让台南市的观光的数量会当较好。最后，包括我们的黄立超议员，啊，那陈秋红议员、刘龙志议员、尹爱达议员，包括蔡永杰的秘书，包括咱的啊蔡秋兰议员、吴东兰议员、啊赵一奇议员，啊包括许志军议员，还有我们的啊这边的秘书陈坤的秘书，感谢大家今天呢啊到位面就大家。 身体健康，大家更加爽啊！炸爽啊！等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议长。我们敬爱的黄市长，我们郭立伟，还有赖义伟，还有陈年辉立伟，我们的郭议长，还有我们的梁理事长，还有农委会的胡市长，我们焕发协会的，我们的董事啊。 那还有吴清丽农艺理事长，我们的苏怡鸟，我们的理事长，各位议员、各位台南的乡亲，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来再度来参加我们台南国际芒果节，一年比一年办得成功。那也看到很多海外的朋友，我们立坚。 县的代表，还有靖冈县的代表都在现场，还有很多媒体。那外贸协会配合我们台南国际芒果节。
在5月7号邀请了8个国家24位的海外的进口商来台南，在台南办理采购洽谈会。这个采购洽谈会主要是采购台南的芒果、文旦、凤梨、荔枝，能够加工的产品。今年疫情，因我都来台南，我用视讯来洽谈，所以这个是透过视讯。那另外今年，因为电商很多消费者采购都是透过电商，我也请这日本的电商，加 OE6 这个日本非常有名的电商，跟新加坡的 SF Food 这都有名的电商来台南采购，所以他跟台南的37家出口有关的厂商建立关系，在台南我们在饭店视讯办理了108场的视讯洽谈会，希望讲用这方法会当给咱台南的水果吼来推销去国外。那个外贸协会下礼拜也会再来台南办这个振兴出口数位贸易的行销列车，开到台南来跟台南的朋友分享怎么利用数位贸易来提高进行我们的国际贸易。那另外就是我们办了，最近已经办了2场的清真说明会，来让台南的朋友了解安怎取得清真的认证，扩销清真的市场。那市长也希望多办一场，我们会再办第3场。所以外贸协会在台南一场又一场的活动，希望跟台南的不管是水果还是其他产业，可以来推销去国外。那这样我会继续工会的副理事长在这儿，我们的台南的产业，塑胶机的产业也很重要，我们都一起来推广。那今天非常高兴代表我们外贸协会王董事长来参加，也看到这个台南国际芒果节一年比一年成功，非常的感到兴奋也高兴，祝我们这个活动越来越成功，为台南的芒果的出口带来更多的效益。那谢谢所有出席的朋友，也谢谢台南市政府的邀请，也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叶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很重要的时刻，也就是要来做开幕仪式的启动。我们邀请几位贵宾上台来，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市长黄伟哲市长，接下来邀请的是我们胡忠义署长，接下来邀请是我们郭信良议长，接下来邀请是叶明水秘书长，接下来是吴正仁总干事，以及日本立兼台湾办事处的处长木下之香处长上台来一起进行这个好忙台南好忙行销全球的一个仪式哦。那现场的贵宾，等一下听我的口令，3、2、1的时候，一的时候放下去。那下面呢的贵宾们怎样？3、2、1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拍照，鼓掌队来好嘞。那如果拍照的话，就要拍很漂亮，然后打卡有没有？脸书帮我做宣传哦。好，现场的台上台下朋友一起来准备哦，我们预备。大哥。请立委一起上来，好，我们要做更热闹一点。所以我们市长也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立委一起上来，来共同呢来启动这个好芒啊！对，真的启动之后，我们这个台南的芒果真的会开始完全好芒起来，要给全球的人都知道。好，那一样3、2、1哦，3、2、1哦，台上台下准备喽，预备备哦，3、2、1，起启动！讲了好多数据，听起来哇，真的是一层一层往上哈。那今年、明年、后年，其实越来越厉害哈的这个数据。谢谢，我们是邀请议员，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上。
台是不是再来拍一张照片好吗？来，我们邀请所有的议员，那现场我们所有的贵宾一起留步一下，一起来行销我们台南的芒果，让台南的芒果好忙起来，每夏天都好忙哈。我们请议员一起来，那现场的朋友一样的哈，也帮我们好好的来拍个漂亮的照片，告诉全世界，现在大家都用视讯嘛哈，可以吃芒果给你的朋友看，用视讯吃给他看，这就是台南好吃的哈，台湾才有哈，我们一起来行销台南的芒果。好，我们现场的朋友是先给我们点所有的贵宾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再度的启动起来，台南好吗？好，我们邀请朋友们赶快来拍照，往前哈。好，我们是不是前面的朋友都还举高高？来哦，好，再五秒哈，来我们给右边的朋友，是我们转到右边来，右边给右边的朋友一个正面的，好，给右边朋友一个正面的，好哦，好哦，来哦。OK， 来，我们再转到左边，左边，左边，我们给左边的朋友一个正面的啊、影像，这样子会很漂亮。还没有补拍的，来来来，今天这个机会，记得拍了要干嘛？上传脸书打卡了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全部一起来动员，来为我们台南好吗？一起来宣传，谢谢，谢谢所有的贵宾，谢谢。哇，千总，主席，我有上次有吃，有市长这次不一样的是这个，是什么？木耳绵绵冰，木耳绵绵冰，对，那这是什么？这是木耳煮肉，木耳切肉，对，要叫切肉，开始增加，增加，好，一起合照，参加国家的比赛哦，我们这个很注重，来，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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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我们进步可能要加快。鲜花，哇！鲜花，鲜花，鲜花，鲜花。这个情调，要炒芝麻哦。他们在叫，要从哪边加？我们鲜花的芝麻。会长，会长好。尊敬的会长，哦，尊敬的会长是女孩子哦。我们总会台南市。青龙总会，青龙总会的总会长，就是我们这个会长。快马铃薯来，这是在台南地方的会所哦，这马铃薯，马铃薯，台湾自己种的哦。对啊，本土的，很好吃，特殊品种。火龙果牛奶，火龙果牛奶。对，你怎么知道市长最爱吃火龙果？你要偷偷打，你要偷偷打。东山火龙果，东山火龙果，要加蜂蜜啊！我们东山蜂蜜。火龙果加东山的蜂蜜吗？对对对。没有啊，我们那个。智慧会，哦，这个这个。准点，准点。还有这个毛豆，柠檬片大概上面毛豆面，毛豆面，柠檬片，哎。哎，毛豆面怎么会红色的？有加火龙果。火龙果。哦，火龙。香没有？哎，芝麻，芝麻。来来来来。几个没啊？哦，几个都是八八的。没嘛，芝麻。你特别点点手啊？啊啊！你正爱选择。没有。也就是芒果节哈，那我们市长等一下呢，看他一开始哈，马上就拿起。给西代表平常在家里疼老婆哈，都要帮老婆下厨的感觉，好，对这些厨房的东西一点都不会觉得陌生哈。我们市长也真的是一个好老公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在舞台上呢，可以看到这我们几位贵宾呢，现在已经都动手了哈。嘿，对，下回安，来来来来，二三来，我们市长哇带头完全哈都没冷气啦。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平常真的哈在做家事哈，那是市长现在手上拿着这叫裕文芒果，哦，裕文，哎，这个应该是新的吧，我好像没有听说过。等一下我们用裕文跟金黄芒果呢来做酸鸭车，好，哦，酸鸭车。那怎么制作的方式，我们远东科大的老师会来帮我们做引导，那现场的朋友可以来好好来听一下哦。好，那我们就把现场的交给我们老师来帮我们介绍这个酸鸭车哈。来，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持人，那欢迎各位贵宾哈。那我们现在
市长在削的这一颗是玉纹芒果哈，是由那个爱文芒果跟金华芒果培育而成的新品种哈。我没有，那谢谢市长的提醒哈。那这个芒果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而且甜度非常的高，而且它吃起来非常的脆。所以我一般我们的哇，我们那个市长非常厉害哈，马上就削完了。那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要来请市长帮我们做一个动作哈。这个动作也是唯一这个活动里面会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哈，因为这芒果很大很重，而且会滑，有点顽皮哈。那我们待会请削的时候，从它的肚子这里，从肚子里面不是要剖开哈，是要做一个让它切起来。我示范一下哈，这样子，这样子，好，让它平着。待会我们靠在砧板上面的话，它才不会跑掉哈。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第一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切，好，切一块之后，来，这样子，这是那个玉纹芒果，哈，玉纹芒果，你看它的果肉是比较偏黄色的，哈，那金黄芒果它比较长，哈，所以它的果肉是那个有点偏白色的。那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两种品种的芒果，最主要让大家多认识芒果之外，也可以品尝不一样的滋味哈。对，这是两种哈。来，这是那个我们最后的成品。那待会我们是不是要请市长来示范一下切的一个动作，好不好？我们市长是那个新好男人哈，来，这样子。哎，先下一半来，这样子，来，安尼哦，微不多，先切一块。嘿，对，安尼。好 ，OK， 好 ，OK。哇，大家都好厉害哈、哦！嘿，对，啊来，来，安尼破冰对，无错，啊，唔过破唔着冰来，安尼，嘿，对，安尼，安尼可以用，因为伊这着纸，吼，着纸，安尼来来安尼，嘿，对，安尼，嘿，对，啊来，搁切一半。安尼，好，啊来切片安尼哈 ，OK， 哇，我们市长好厉害哈、哦，他已经那个已经切好了哈、哦，给来，这边有一个罐子，这边有一个罐子哈、哦，我们要请那个，等一下，那个，待会在装的时候是一层芒果，一层芒果，一层糖，好，一层芒果一层糖，然后把。大家待会桌上的那个芒果用完之后呢，就是成为一罐我们今天的一个成品。好，这样子放进去之后就要摇一摇，摇一摇，对，然后就可以吃了。我们市长要品尝一下他自己的好手艺吗？那最后整个包装好的是像这样子，我们的芒果哈，今年走那个文青风哈，所以我们经过了包装之后，嘿，再加一个客家花布哈，整个当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伴手礼哈。而且现在这个芒果吃起来是非常的脆哈，非常脆。好吃吗？出乎意料了。哦，对，谢谢市长，嘿，对，本来那个市长想说自己做的一定是特别的好吃哈。加糖，不用加水，加糖，加糖，来这边，加糖，摇一摇，嘿，摇一摇，嘿，对，可以吃，可以吃，好，对，哇，很漂亮，对不对？嘿，啊，前面这边。哇，其实蛮快就做好了哈，没有很繁复。好，那我们今天 DIY 到这边，我们等一下请那个市长，还有我们的贵宾，拿着我们这个包装好的成品，还有你自己的战利品，拍一张照哈，对，跟自己的拍一张漂亮的照片，来一起来拍个照。嗯、来，市长，好，对对对，一起来拍个照，对对对，来，摆出。最厉害的做 pose 的姿势，我们市长大概是我看过哈那个最利落的男人，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快，而且又做得很好，就是很棒很棒。
可是他做什么都好快，我看了几场活动，我们市长真的是太厉害了。耶、yeah, ！哇，我们看我们的右手边哈，给右手边一个正面的影像。来，左手边。我们贵宾都很厉害，都会自己 Q 了。中间。去那边。好。好，谢谢。